你这样当然会有反应啊，你在闻人家下面当然会有反应啊。你到底讲什么鬼东西啊？我是汪，欢迎来到只有娘的世界。那在上一集呢，我们介绍了我们这个新装的 carry on 模组啊，对，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实体给这样子直接的抓起来。哦，我没抓起来，哦，我抓起来了，超级抖抖脚脚。那还有我们就是发现了这个新的魔物，它叫做蟾蜍人，并且呢我获得了它的最难获得的道具，我现在拥有那个毒免疫的效果，就跟 map 炉一样。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继续来完成我们上一集没有完成的事情啊，就是我们要去制造一点腐男跟腐女的福利。所以呢我们就带着我们发现的这个土龙小伙伴来出发前往红土进行二次的冒险吧。看一下哈，我就是给他穿上了狗鱼之前的装备啊，然后再给他一个弓，看他会不会发射弓箭。虽然说我对他会发射弓箭这件事情期望不大啦。好的，那既然获得了新的动物朋友伙伴，我们就来给他喂食一下这个野性解放药水，让他体力上限增加吧。哦，他上限增加了2，然后再没有增加更多，还是不能一次喂太多。没关系，反正我们还有这边的村民可以跟他们买这个药水嘛。那我们就先找到我们之前找的那个村庄哈，找的那个房屋。对，我记得我在这间有一个会卖那个东西的村民，我们一次跟你买多一点来。好，那接下来就来多喂一下我们的土龙吃一下那玩意儿。等一下，这玩意儿是你，那边是不是有一个？那边是不是有一个？我刚看到外面有一个天然怪，我们来看一下哈，天然怪吗？是大只的，是大只的，嘿，拜，还是挺弱的啊，对，它没有那么有挑战性，但是主要是在玩它的动物朋友嘛。来，这个土龙，平胸妹子，来多喝一点，希望你赶快长大大。来喝喝，他的爱心数越来越多了呢。好，等一下，你还没喝完，喝完它，好喝啊，再喝。那上次有发现这土龙会用那个有点像深海守卫的雷射光嘛？不知道它还有什么功能啊？那我们就出发前往我们的那个红土地区吧。啊，那在出发之前呢，我们带一点我们的这个朗朗走好了。对，因为我们上一集也有讲过 carry on 模组它的特性嘛，就是那个坐在最顶端上面的生物，它会拥有那个整个骑乘物的主导权。所以如果我们把朗朗带在身上的话，就把他们丢到其他动物的那个头上，他们就会把那些动物帮我们挪回来，就有点像那个吸脑虫一样，只不过这是吸脑狗狗。好，我带个7只。好的，那咱们就出发吧，再次去找我们的那个公办人马。对，红土地区的公办人马，上一集没有找到，找到他之后呢，咱们就可以来玩一些害羞羞的事情，没有错。哦，是公的，我们找到公的，这一次很快就找到公的，那我们可以先来玩一下狗狗哈。来，我们把狗狗放出来，放一只出来哈，然后呢用 carry on 模组把我们的狗狗给，不对，我手上要双手空闲才可以把它抓起来。好，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公的半人马身上，它就会骑乘，然后这公的半人马就会想要跟着我走，因为我的狗想要跟着我的走，所以呢那个半人马会被那个狗强制的那个进行那个被迫移动，然后这母的半人马也是，公的母的都可以。好，我们又回到我们的村庄来了，没想到这一次我们找的这么快。好，那我们把我们这个人马放出来哈，他有腹肌，他很帅。那我这边准备了一些命名牌，对，我们终于要来用我们的命名牌了。我这边有这个命名牌，它取名叫凶贵兽，因为它有腹肌，还有童军神把它绑到这一个栅栏这边来。那接下来呢，我们等一下再给它取名啊。我想试试看，如果我把它装在生物瓶里面，直接给铁人取名的话，它会不会直接有命名？我们来试试看哈。生物瓶叫做凶贵兽，好，你就叫做凶贵兽了。那我把你放出来哟，看起来它是没有命名的，那我就还是用普通命名牌给他命名就好了。来，你就叫凶贵兽啦，因为你有腹肌，你看起来很凶贵。来来来来，我把你绑到这边来哈，这样你就不会乱跑了。接下来我要去给你找一配偶，就是我要找我们这边草原的普通男性半人马。那我们就带
带着我们这些小狗狗洗脑虫小狗狗去出发找一下吧。好，那这一则就是我们那个草原的普通的那个男性半人马。来，我们把一只狗狗给抓起来丢到他身上，然后他就会想跟着我了。那不知道一只够不够啊，我们再找找看看。哦，我看到那边有一只啊，他不见了，该死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也是可以弄一些其他的生物啊，比如说萨提尔也可以带回家。来，萨提尔，你想跟我回家吗？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你已经被吸脑狗狗吸到了。好，过来吧萨提尔。那不知道狗狗可不可以骑马。来让狗狗骑马一下。对，让狗狗骑各种的生物。对，来狗狗，你去骑这只马吗？对，这只马好像不太喜欢我家的狗。那我们不要强迫它。我们已经获得了男性半人马了，要不要再带个女性半人马回去哈？我再看看这附近有没有。说有就有哦，还多一只男性的半人马。来狗狗狗狗，来坐到他们身上，这样子我就可以把他们奴役回家了。对，你就是我的那个神奇洗脑宠物。对，来坐上去，好，来让他们通通一起跟我回家哈。来，他们通通走过来了啊，真乖真听话，不愧是我的好狗狗。好的，我们的男优女优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接下来呢就可以来发糖给各位观众吃咯。先找一个男性的半人马，把他上面的洗脑狗狗拔掉。那这个男性的半人马呢，我们要先给他取一个响当当的名号，没有错，因为他眼睛怎么闭的啊？没差，这不是重点。那我们就来给他取名字哈，他就要叫做弱气功。对，从今以后你就叫弱气功啦。那接下来你就要来跟我们的凶贵兽一起来交合了哟。你准备好了吗？我放上去。好，那这就是我要给你们的腐女福利啦。不知道你们吃不吃那个人马像的那个 BL 啦，我是不确定啦。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各位一点正常像的哈，就刚刚我们有这个萨提尔嘛，他是母的啊，不对，不是正常像的哦，是那个腐男福利，对，百合福利啊。这边还有一个母的半人嘛，那我就把他身上的细脑狗狗也都先取下来哈，把我们萨提尔抱起来，眼睛也是闭的，原来抱起来眼睛都会闭起来啊。好，那刚刚在哪里啊？来，正常像哦，好。不对，这不是正常像百合像，但是它看起来蛮正常的，骑马打仗有没有？很可爱，超可爱的。那接下来呢，百合福利有了啊，腐女福利有了啊，我们也来玩一个正常像的啦，就是我这边还有准备一个那个红土的那个母半人马，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公的半人马，来，把你们配对一下哈，跨国那个正常像交流。好啦，那接下来呢，除了正常像以外呢，我们还可以来玩一下逆推导像的，对，那个母的骑男的啊。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子还不够刺激的话，没有关系，汪还准备了更多福利给你们，来，那个 triple player 3P play。好，我已经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了。可以堆更多上去啊！来，大家不要客气哈！来，我们可以玩更高级的，5P 的都有哦，越来越高了，莫名其妙，简直莫名其妙，好多弓箭啊！然后我们在上面最上面再给他弄一个萨提尔，对，最上面必须要有一个骑士才行。来，6P，好，我已经不知道我在看什么东西啊，莫名其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测试一个东西啊，就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隔壁棚的阿白白他的嗜血龙族啊，里面有非常多很恐怖的怪物，里面还有一个我非常有注意到的，他叫做 Double Creeper， 就是我们的双重叠加苦力怕。不知道那个双重叠加苦力怕娘化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哈，我们就先来去准备一点苦力怕吧。好的，经过那么多集，我们的苦力怕碎片也是收集的蛮多了，那我们就来让我们的那个邪恶实验室来制造很多很多的苦力怕，来做更多更多的苦力怕生怪蛋哈。那我们也是要先把这个生怪蛋给拆掉啊，不然的话我们放进去的话这个东西会没有用。好，我堆上去，然后放上咱们的苦力怕，要小心哦啊。好，我放上一只两只三只。好，接下来可以打开我们的那个电灯开关。好，那它就会开始生产我们的苦力怕了哟。看一下哈，有苦力怕了，好多苦力怕娘，真可爱。好，那我们下楼慢慢的去收集苦力怕的碎片啊。行，那汪汪已经收集了13个苦力怕生怪蛋了。那在原版的这个生怪蛋啊，它直接更改它的命名的话，它是会直接召唤出来就会是那个名字的。我们来试试看可不可以那个样
样子，那我就打个娘啊，好，苦力娘，好，看这样子，因为它这个不是原版的生怪蛋啊，我们来试试看哈，来我放置，哦，它会更改名字，这样会一起更改，这样子的话，它就不会不见了，酷哦，那我们就，这边也放一只，这样子它，我搬运它的时候，它才不会那么容易爆炸，不然的话，你看，哦，好可怕哦，凶巴巴的，来，我摸摸你的腿腿，把你抱起来哈，然后把你堆到这个上面去。还蛮可爱的，其实蛮可爱的，对，我们再多放几只哈，来来来来来来，四只，我们看一下它拿在我们手上长什么样子，哇，真可爱，1:2的苦力怕娘手办，真香，吸爆吸爆啊，没有，没事没事，我们继续放我们的苦力怕哈，好，我们已经不能再堆叠了，因为我们这个苦力怕已经堆满十只了，超级恶心的画面，天哪，可爱的东西多起来也是很可怕的。那汪汪再告诉大家怎么调这个后台设定哈，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模组选项，来 carry on 打开来呢，那来设定这边呢，它会有一个那个 max 的这个东西，就是最多生物可以堆叠的数量，它预设是10，那它最高上限可以到哦。这个数字有点多，就他们可以再增加它的上限啊，像我现在把它调成15的话，它的最高堆叠上限就可以增加到15了，来，像这样子就可以摆上去了，很好，那我们就拿下来一下，我觉得这样就够多了，那接下来就是来请我们的阿爸来看一下这神奇的苦力怕吧，所以我只需要看你的画面即可，对，你只需要看我的画面，就是你那个嗜血龙族系列里面不是有装很多莫名其妙的那个自定义生物，有吗？有啊，像那个双重叠加苦力怕之类的。嘿，那个怎么了？我帮你做一个娘化版本的，在这里。这什么啊？就两个苦力怕娘坐在一起啊，对。然后他们会爆炸？他们会爆炸，我靠近他们就会爆炸。我先这样子哈。你在看哪里？我在看。在闻？你在闻吗？你现在在闻吗？哇哦，汪汪，你这个，那什么味道？奇怪，他怎么？哦，他有反应，他有反应，他会爆炸了。你这样当然会有反应啊！你在闻人家下面，当然会有反应啊！你到底讲什么鬼东西啊？你就那个动作哦，你这示范，你以为麦克就不会让人家遐想？没有，你看你现在哦，两个妹子叠在一起，然后一个脚打开，然后你就一直接近这样。这能播吗？好像不开心。没有，这只是一个苦力怕，他们只是模型。对，你想多了。那我还要给你看另一个东西。好，来来来，抓起来，抓起来。你在干嘛？我现在给你看这玩意儿。嘿，它在哪里？哦哇哦，更多的苦力怕。哈喽，请问叠这么多？如果你我在想，如果你的系列里面有这么多苦力怕叠在一起，你会有什么反应？他们不是娘的话，还蛮可怕的。我可以先把娘化模组拆掉，让你看他们原本长什么样子。让我看看，你那个模组包没那么夸张。好恶心哦！欢迎看看超级多重苦力怕。啊，他们怎么不会在你手上爆炸？你跟他们结婚的？没有，并没有，我这个模组里面没有装结婚系统。为什么不装啊？因为1:12没有。如果跟苦力怕结婚的话，我就可以跟你说，你老婆爆掉啦！看什么东西啊？苦力怕叠成一大条，我真的好想看这么多个一串的苦力怕，然后跟追着你跑。好，很刺激。我们来看。哦，要求。好。所以他们跑不出来啊？他跑得出来啊！哎呦！接二连三的，我觉得还好，还好，我离村庄够远。我觉得他应该要跑过来了吧？哎呦喂，哇哦，哇哦，哇哦！不是，他们很好笑，他们是第一个转，然后上面跟着转，那个转头的部分。走开！你以为你是在敲高跟鞋是不是？哦，一层一层把它打掉，这个当都是世纪王的小 boss 了吧？哦天哪，好笑，你的第881了。然后它还有更恐怖的模式啊！来，我先拿一只哈。倍速。为什么它拿在你手上不会爆炸？拿在手上的时候，它是物品默认。来来来，这样就会变。哦哟！你刚刚是把它放在那个马的屁股上啊？对。哦哇！我没想到它反应。等，那个人马是可以骑的。没有没有，它不能骑，对不对？啊，那你怎么把它抱起来了？让我看。OK， 没有，我新装了一个模组是搬运模组。
嘿啊，他把哎呦，他把他搬走了、欸。他把他搬走了，对，他把他搬走了，他、哦、好，今天、wow. 谢谢你来做客，那我要做结尾了，哇、wow. wow. ，好的，那今天我们尝试叠加了各种各样的生物，然后各位观众在往影片底下留言的时候，可以留下你的麦克风 ID 还有名字，这样你就有机会出现在汪的影片当中哦。今天就这个样子，感谢各位收看，拜拜，订阅汪汪，大赞汪汪。捅爆铃铛，真是汪汪，觉得香香，记得分享，协助汪汪，逐渐